阮总裁哦，一个大小姐哦，打开多年，即马身体还够少虚的，啊，等伊好完做伊的时阵，再互恁采访，安尼好不？来啊来啊来啊！就是美丽啦。我说不行就是不行，听不懂是不是？阿亮，阿亮，我见了，我问啦，我要问啥？你问啦。我总裁，你另外一个查某囝郭维尼已经被人收押吧？有传闻讲，伊利用家己外科医师的身份，企图要害死你的亲生查某囝，这讲是真的？对啊，对啊，是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因为这件代志吼，检察官甲警方啊已经在调查了，所以我直接无方便讲什么啦。郭维尼休假回收啊，对世界集团的形象是大大扣分。你之前莫甲赶出去，这摆你敢搁会再接受？是啊是啊，我敢做事的啊。郭维尼交朋友。调查局，恁所知影的维尼是阮爸一手带大汉的，所以爸仔囝的感情，不是外人讲一两句话就会当改变。天下父母心，只要维尼肯真心悔改，我甲阮爸拢会甲过家的大门拍开，随时欢迎回来。啊，不过有消息讲，这边郭维尼还是差点仔无命。侦查不公开，是不是维尼害我的？我无可奉告。我想要讲的是，正经，我爸爸做过真侪歹代志，啊，不过我家在一路上有真侪贵人跟我斗三工，给我机会重新接受我。就是因为安尼，我才会当走到今仔日。所以不管维尼做偌济歹代志，我拢愿意原谅。想不到郭小姐遐尼啊宽宏大量，这么大企业接班人，算是世界集团以后一点越来越好诶。是啊是啊，一点越来越好诶。